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part 要完成，我们要选出《青春有你》第二季的中心位 A 班，所有人将成为中心位的候补，你们有机会争夺那个最闪耀的位置。I like her style, like, it's a cute song, but he can still, like, you know, put out his own style. So, it's totally different with another girl's. I totally agree if she go to A class. 谁会是主题曲的中心位？请看大屏幕。会玩还是你们会玩？这个，我不行啊，我不行，我来不了，我来不了。好，大屏幕再切一次，谢谢导演。恭喜刘雨昕以26票成为《青春有你》第二季的主题曲中心位。雨昕，你的衣服跟其他人不太一样，压力大吗？压力挺大的，其实。昨天我还在想要不要穿裙子，但我觉得这次节目也是 X， 所以我又换回了裤子。我们这样的女生能不能跳女团舞，我觉得这个已经是上个世纪讨论的话题了。我就是要做我自己，我们 A 班的女生什么风格都可以驾驭，勇敢是唯一的回应。雨昕，其实完全不用在意别人的眼光和看法，如果有压力没事，我陪你一起扛，我陪你一起扛。谢谢。